来了一脚。痛死了。这一脚把我妈的这个豆子都压烂了。你不等一下我。我们今天上山摘一些笋子回家准备做稀饭，然后一直在打雷，快下雨了，拿几个就回家去。天气非常热，我们从山上拿了点笋子下来，打算中午煮稀饭吃。大家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季节还有这么好的笋子。这个笋子就是用来做酸笋的那种笋子，但是我们这边不多，有一点点，我们先把皮剥了。姑姑，哎，你在干啥？我在煮稀饭。你中午吃稀饭吗？我教你做好不好？等你长大了也做给姑姑吃好不好？好啊，太乖了。这个香叶是我爸爸从山上拿下来的，他专门用来煮粥的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把切细一点。这个米是我泡了两个小时了的，再把它倒进去。煮稀饭要多放一点水，放一点盐，好了，开始煮。我们等个几十分钟，中午就吃稀饭了，这么热的天，去梦去玩去。